小妖怪被狼队零封，很多人直接说封军前三局 BP 有问题。这期视频带大家一探究竟，小妖怪对阵狼队的前三局 BP 分析。关前说明，我的观点不一定是对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抛出更不错的方案来讨论。第一局 BP， 蓝色方狼队，红色方小妖怪。其实这局小妖怪最大的问题出现在第一轮的 BP 上，狼队蓝色方搬蓝和盾山，红色方小妖怪搬老夫子和周瑜。其实最大的问题出现在了小妖怪红色方放出了乔离，但是我真的不太清楚这是不是风军有意这么设计的，还是说真的忘记了。因为按照风军这样的搬法，蓝色方狼队只要一抢阿离，你只要不把大乔抢了，蓝色方狼队则可以组成乔离。而参考小妖怪的红色方金融英雄上，你红色方拿大乔，不就等于把自己的完全体乔夫加咒鱼拆了两个配件吗？而且狼队还把好打阿离的盾山搬了，小妖怪即使要打乔离也抽不了盾山加关羽。所以按照这样的选择来看，风军有没有可能是在赌狼队不会拿大家所说的版本陷阱阿离，会拿大乔，然后自己红色方把阿离和娜可拿了呢？但是这不就是风险太高的博弈吗？个人认为风军教练如果第一局是想赛马的话，那么这么选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有以下调整思路。一，其实第一轮的 BP 的选位上可以把狄仁杰换成镜，不让野区太弱势，就像小妖怪对阵 TTG 那样子第一轮的 BP 选择。二，第一轮的 BP 的班位上可以把周瑜换成阿离，即使狼队拿到了大乔，自己也可以用娜可露露这样的高爆发打野加坦边或者关羽，甚至是选版本热门的关羽加凯都 OK。 三，在最后一楼把张良换成嫦娥，参考 E-STAR 之前对阵小妖怪的阵容，把坦度堆起来往后拖，甚至是如果前期抓到一波机会发挥的都会舒服一些，而且输了不亏，赢了血赚。那么最终第一局阵容出来，大家也看到了张良遇到多突脸频繁拆毁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操作空间，甚至是很难守线。第一局阵容排除赛马因素，阵容是七三开。第二局 BP， 蓝色方狼队，红色方小妖怪。狼队搬东皇加凯，自己想掏蓝，小妖怪搬了自己用过的大乔和鲁班大师，那么狼队抢蓝没有问题。小妖怪的思路是先拿强势法师周瑜和太乙，那么狼队知道你要打连体发育，掏了一个猫咪炸你连体，以及同样是打团很强优先级很高的坦边吕布。而小妖怪这里选择孙尚香，我个人认为小妖怪这里可以不急着把孙尚香拿出来，第一是强度也没有那么高，那么快就把它出出来，第二是第二轮射手和边路是搬不完的，可以在三楼先拿一手打野娜可露露或者 counter 对面蓝的盘古，然后二轮的选择上可以抽一个坦边加射手，这样的选择是比较稳的选择。而小妖怪先选大小姐只是选择上看起来没有那么稳，但不是说不行，后续小妖怪搬虞姬加六帮，狼队的想法则很明确，搬了好打蓝的盘古以及支援型边路关羽。那么小妖怪这边没有选择娜可露露，而是选择橘子，其实已经为了第五手埋下了铺垫。狼队出生病萌芽强势对线组合，最后小妖怪出马超。 BP 结束，简单分析一下小妖怪这套阵容。中期打团的伤害量会不足，因为核心太多，但是小妖怪这套阵容前期打架伤害并不低，如果能在前期打架建立起来优势，中期刷起来马超会非常无解，因为狼队整个阵容没有稳定控制，没有人敢跟马超对着带线，后期有伤害，但是阵容没有前排去吃伤害，后期看射手发挥，而马超其实压力会大很多，因为狼队的前排和射手辅助都会发育起来，外加射手会做肉，但是如果小妖怪前期建立不起来优势，狼队中期阵容会非常强。那么小妖怪局内也打出了教练想打出来的效果，只不过在关键节点上给狼队打了一波完美团。那么小妖怪第五手还有其他思路吗？有，其实风军一开始也给到了老夫子，老夫子打身边也是很早以前的理解了，而且这个阵容出老夫子补足了前排，而且老夫子后期也会非常好发挥，但是中期也依然难受，或者就是按照我们之前所说的三楼出娜可露露或者四楼出娜可露露都行，都是比较稳的选择。整体阵容提示是狼队六，小妖怪四。第三局 BP， 我个人认为狼队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做得好？狼队蓝色方搬阿离和蓝，小妖怪搬大乔和大师，那么这个时候阿古的马超放出来了，但是狼队不急着抢，先把周瑜拿了，如果小妖怪把阿古的马超拿了，狼队自己可以拿露娜加夏侯，如果小妖怪掏正常英雄，自己也可以拿阿古的马超，也可以拿娜可露露加坦边或者凯加关羽，
先把万金油拿了，再掏一套组合。小怪后续出版本强势的铠加关羽，但是狼队这边就很鸡贼，出了一个露娜加蒙恬。这一手露娜铠加关羽在带线上都是无法处理的，露娜打得过你就打，他打不过你也留不住。而且蒙恬只要打团先突到你后排，你东皇咬谁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由于伤害不好衔接，你咬住露娜还容易被拆火，导致小怪三楼选不选东皇都会很难受。选东皇铠加关羽伤害不能马上秒，后续要补出伤害高的射手，但是会在二轮班位上被狼队搬掉。不选东皇的话，那么露娜就是乱飞，而且小怪连张良都没有，所以看上去小怪的前三轮还不错，但是实际上发挥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那么二轮班位上，小怪搬了两个射手连杰和孙尚香，狼队搬了打团强的异星，以及我们刚刚说的爆发高的射手元芳。小怪这个时候只剩一个爆发高的射手鲁班七号，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他的生存环境非常堪忧，小怪这时也没有办法，要么就是选择一个高伤害的射手打前排但是不好活，例如就是鲁班七号，要么就是打不动前排的射手但是好活一点，小怪则选择了前者。狼队补出马可张飞，小怪选择防守反击出一个西施，这局小怪不好让东皇先手开，只能先让西施掉到打控制链，一旦东皇先手开，小卤蛋必定是没了。这局小怪其实就是很看林梦西施的发挥，如果能多次先手拉到人，小怪就非常好打，如果不能，小怪就很难打。因为一旦蒙恬第一时间开到鲁班，东皇就必须立马做出选择，咬蒙恬还是咬露娜。咬露娜的话，可能小卤蛋第一时间就要被蒙恬戳没了，咬蒙恬的话，露娜就可以起飞了。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局狼队 BP 做得好，因为狼队能让小怪卤蛋输出的生存环境很差，而且会让东皇很头疼。我蒙恬一闪看到你鲁班，你鲁班必交一个闪，随后你东皇还要抉择要不要咬蒙恬，因为露娜在后面蠢蠢欲动，而这局的画面也经常出现，就能把上路关塔退掉了。对，暗影先锋在上路。而对于接下来的狼队，大招开启，再接这个 A 闪，再找西施，西施刚好被那个点到，侧面又是凯，进入一个大招配合平 A 继续往后排摸，另一侧又是关羽再做一个拆火，露娜开始飘，鲁班七号开始参与到战局了，一个手雷配合上一个杀嘴炮的伤害，也把蒙恬打残，隔着这堵墙在中塔下打了非常多的输出。现在对 XYZ 而言，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张飞位置的话，他们要挤中左草，又被咬，咬到的是一个蒙恬，凯二就能刚好贴到了脸前，张飞做好要吼大招准备，刚好吼两个，又是关羽绕去切到了张飞的位置，马可波罗还在寻找输出环境，关羽二技能一个大招劈下去了，疾跑开启，蒙恬一直往前再接大刀，还有四万二的血量，另一侧关羽还在往前包，张飞现在已经大招结束了，蒙恬顶过去一闪，再接了一个强化平 A 大招转满了伤害了，一个关键的狂暴弹幕转到小鲁班的面前，马可波罗还在点一技能华丽左轮打出了小鲁班的一个名刀，鲁班七号倒下，正面战场上狼队已经完成了终结，只剩下酷杰的一个关羽也是扛不住，露娜一个断腿，小鲁站起来名刀还是没能扛住，要到四连超门。我觉得这局是狼队 BP 做得非常好，但是你无法说小怪 BP 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小怪其实这个阵容打防守反击是能打的，而且确实局内也打出了效果，只不过多次被抓住机会止损，并且被 Fly 抓住了一波很好的机会，不然小怪这局本来是很有机会拿下的。总体上来说，我觉得小怪的 BP 只有第一局是有重大的问题的，二三局都是有机会拿下比赛的，但是有一说一， BP 上有被狼队压制到一些。那么看完这三局分析之后，是否解除你部分疑惑呢？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给我一个三连啊，拜托了，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点赞越多更新越快哦。我是 Nino， 一个 KPL 的解说 UP 主，我们下期再见。